各位同学，阮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起来，大家请坐。大家老早。我姓林吼，敢有听无北京话？敢有听无台语的？安尼我混着讲吼，因为我台语无开练得，歹势。今仔我的题目是，我说林吼，我今仔的题目是国家变变变，头一个变是随便凊彩的意思，就是即卖人对国家这个观念都真凊彩，真凊彩啦。哦，啥物拢叫国家？比如讲，你看你伫新闻讲台湾国，台湾国是国家吗？你要想一下，台湾国是国家吗？你叫这个名，你就名副其实吗？不一定嘛，对。比如说啊，第二个变是变化的变，变化的变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的形态其实是千变万化。比如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元首只能有一个吗？觉得只能有一个的举手。哦，不一定。啊，你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总理跟总统，总理跟总统是不一样的哦。比如说一般的情形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有分两种，一个叫国家的元首，一个叫政府的元首。国家跟政府就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说要效忠，我们是要对国家效忠，不是对政府效忠。因为政府可能会因为革命，因为怎么样替换，可是国家一旦存在，它就存在，除非它被灭亡。国家一旦被其他世界上的主权实体承认，被其他的主权国家承认，它就一直存在，直到它被灭亡。所以，但是政府是会替换的。比如说，我人民觉得这政府做得烂，我可能推翻它，有可能用暴力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所以，政府不是效忠的对象，是国家的元首才是效忠的对象。好，这是简单的基本概念 A、B、C 啦。所以，政府的元首跟国家的元首基本上你要分开来喽。但是，政府的元首常常会是实质统治者啦，比如说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哦，他可能握有大权，董事长可能不管事，可是能够代表这家公司的那个法人，其实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董事长是可以通过董事会撤换掉总经理的，可是平时的时候，总经理权力最大，所以这个总经理就相当于政府的元首，那这个董事长就相当于国家的元首，让大家清楚。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元首只会有一个，所以效忠才不会分歧嘛。因为我们人民如果我们要对谁效忠，如果有两个效忠对象，你会不会分歧？有可能会分歧，对不对？可是你其实世界上国家是很奇妙的，就是有那个国家，它的元首不是只有一个。所以当我们就是说要去想说，我们要最后一个就是分辨到底我们台湾人，或者说本土台湾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厘清楚，到底国家有什么可能的形态，那我们才能去想说什么是比较好的我们所要的国家。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题目。这幅画有没有人知道？知道举手一下。没有哈。这是很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叫做《利维坦》哈。台湾或是中华民国把它翻成巨灵论，它是政治学的经典。也就是说，这部书的作者霍布斯呢，他是那个，其实他是真正这个社会契约论的源头。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契约论源头是卢梭嘛，哦，天赋人权，不是天赋人，是主权在民那个卢梭。可是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源头是霍布斯。那这幅画就是那个霍布斯在
1960几年代的时候出的那本《利维坦》，就是《巨灵论》那本书里面的封面。他为什么用这个当封面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如果了解这幅画的意，这个画的意思的话，你就只大概可以了解国家的起源是什么，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为什么要存在，我们为什么要国家，然后你也可以了解什么样是比较好的国家。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这个，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查《巨灵论》，就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哦，这是很有一句话，地上没有别的权威可与之相比。哦，这是来自那个旧约约伯记里面的一段话。这句话其实点出了这幅图的关键。这句话是有翻，就是上面这句话，拉丁文。所以你除了了解这幅图以外，其实你要知道这幅图的关键是那一句话。但是我没有时间解释那句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查那一句话它隐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开始。我们先从一个时事新闻开始讲哈。这个 ICO 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如果你们现在从现在开始观察新闻的话，你会发现 ICO 你会常常在媒体上听到。为什么？最近中国也开始想要画他自己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你如果从我这里开始了解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可以延伸，一直往后延伸。这个最近有一则新闻是这样，他是说台湾要首次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就是 ICO 大会，要感谢北京。ICO 理事会主席呢对台湾媒体表示，他接到中国政府的建议去邀请，所以决定邀台湾做他的来宾。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我是截取某一个新闻的段落。那你如果看到这则新闻，你会什么直觉？第一个，台湾跟中国是什么关系？因为这句话嘛，为什么台湾在这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要建议。那台湾跟中国是什么？保护关系、宗主关系、附属关系，一定会这么有一点，这就是意味着某种管辖权啊，你懂我意思吗？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做管辖权。中国为什么这么做？美国又做了什么？所以你要看一则新闻，你要去看它的来龙去脉，看出它的才能看出它的脉络。好，我们继续。那我的顺序是这样。首先我是先这个简介这则新闻，就今年的9月24号。再来我就讲这个新闻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出席身份跟缘由。哦，我简单提一下它的规章。再来我就讲这则新闻里面你可以去看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它的真相的一环，不敢说全部了。这则新闻是这样的，自由时报9月23号，就是加拿大的9月24号。他说呢，这个民航中华民国的民航局长啊，我国当然是什么，这个国是什么啊，中华民国是国家吗？好，我们等一下就会问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联合国你看他也有个国啊，觉得联合国是国家的举手，觉得联合国是国家，大家都很，那觉得联合国不是国家的举手。好，那请问联合国是什么？对，国际组织，很好，大家都蛮有概念的。但是这国际组织它其实有一定的行政权，有一定的管辖权，有一定的立法权，它也有国际法院哦，它都有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哦。但是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有的人说，行政、立法、司法就等于主权全部的主权权力，你要打个问号哦，不见得哦，它只是代表某一种统治权力。但事实上，联合国就算它有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有这样的机构，也不代表它对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有那一种国家的管辖权力，它只有那种普遍的管辖权，或是特别的管辖权。首次再回到这个 ICO， 然后呢，这个联合国机构好在24号在加拿大举行，台湾退出联合国42，这句话有没有错？有没有问题？是谁退出联合国？
觉得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举手。觉得台湾退出联合国的举手。事实上也不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那好，你要说中华民国是说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你的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联合国那个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坐的那个席位上那个牌子还是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什么概念？如果你是，它是中华民国，其实是中国的一个政体，或是一个政府。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的一个政府或政体，所以你应该严格是讲说，这就是文字上的谬错用啊。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联合国，它只是换一个代表。但是那个换代表的时候，联合国并没有因为换了代表，换了中国的代表，就是政府代表。没有换了一个代表后，就把他的名牌换掉、哦。他的名牌没有换哦，为什么？啊？因为这是要牵涉到国际法里面的条约法解释。条约法说，你不能说，你不能随便去解释。你要，所以没有人会因为你名牌没有换，就怀疑你中华民国还能够代表中国，懂吧？就是说。虽然他没有换那个名牌，可是他本质上中华民国已经本来就不能代表中国了，所以没有人会因为名牌没有换就说你中华民国还能代表中国，不会的。这就是国际法，它是很实际的，它不会说哦，就是望文生义，它不会。所以联合国它不会为了中华民国它懒得换了，反正没有人会怀疑，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说中华民国要加入联合国，可能吗？对啊，为什么？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退出，那他要加入联合国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中国的政府的话，流亡政府的话，他加入联合国就是说他要去抢夺那个代表权嘛。那可是一个国家的合法代表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对 ，OK， 我们讲的比较慢一点哦，要涉及到蛮多概念的，所以呢。他说：“今年以特邀贵宾身份参加，这个也是一个记者胡说八道的。中华台北代表团，你看到底是台湾代表团，还是中华台北代表团，还是中华民国代表团？这也是给你搞偷换概念，或者是文字模糊。哦，然后他说，管碧玲拿出邀请函指出，文珍以中国的台北民航局台湾地位遭到矮化。”这样对，这句话对不对？台湾地位遭到矮化，对不对？你要回答对跟不对之前，你要先问一个问题：台湾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吧？不，你要先了解这里的台湾指的是什么，你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哦。我等一下再讲什么是台湾。你不要以为台湾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台湾。台湾当局，我已经给你一个暗示了。神奇回应：特邀贵宾与观察员权限相当，这句话也是胡说八道。我就先提了，因为可能时间不够。就是你去看那个 IC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的规章的时候，他就说，所谓的观察员呢，他虽然没有投票权，然后，但是呢，他是可以审议的。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个法案。他是可以参加讨论的，可是贵宾是什么？贵宾是，你每次都要人家发邀请函给你才能去，哦，就是私底下的开会又更严格，他根本不能参加审议，所以特邀贵宾根本就只是列席而已，坐在最后面上面旁听这样子。可是观察员虽然他不能投票，可是他是可以参与整个会议的讨论，这权限怎么会相当？所以这记者根本没有去查这个 ICO 的规章，所以记者以后大家看新闻要小心一点，不是说印在报纸上、印在书上都是叫做权威。那你看哈，他说以往未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的时候呢，最新措施都是由邻国告知，这也是错的。如果你去看苹果日报的话，他就写得很清楚，民航局自己承认呢，他说都是去网络上买书才知道。
去网络上买书才知道最新的规定。你看，近年在中央山脉规划一条航道，台湾是最后才知道，包括航路高度、方向管制等非常细节，也都是后知后觉，非常危险。这你就可以知道什么？这个台湾当局啊，虽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不管它名字叫什么，反正它就台湾统治当局啊，它没有真正的飞航的管辖权，领空的管辖权，它表面上有，其实是假的，懂我意思吗？因为它都是最后才知道嘛，人家要决定在，懂吗？人家如果要决定在你家的庭院里面，上面说我要规划盖条马路，盖一个花园，我都已经规划好了，不用经过你同意。你真的拥有那个花园吗？没有嘛，假的嘛。这就是那个中华民国的民航局长神奇。你看他名牌标是 guest， 这不是特别来宾嘛？特别来宾是 special guest 嘛？这只是来宾客人而已、啊。我们看一下出席身份与缘由。就是1944年的时候呢，52个国，这国是哪个国？等一下你们又可以想一下了。反正你看到国，你要特别小心；看到国家，你要特别小心。我等一下会讲这国家的意涵有哪几种。你要所以知道以后，你就要去分辨。每次看到这个国，中文的国家，你就要去小心，这国家是哪一个国？是不是真正的国？我们所谓政治上真正的国家。国际民航空公约呢，就是芝加哥公约，因为它是在芝加哥签订的。他说，这个中华民国是创始会员国之一，创始会员之一。3年后，又1947年4月生效。所以这个民航组织就成立了，很早，那时候1947年刚好日本投降嘛，可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签订，也就是说台湾，那个时候他又在1951年退出，你看很好玩哦，他1951他是创始会员，结果生效没多久，他1951年退出，然后1953年呢，他又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然后同年7月呢，他又重新加入。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这个国际民航组织是什么来历？这52国家都是，我没记错的话，都是联合国的成员。我没记错的话，那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联合国还没有。但是你要问联合国的概念是什么？这其实很复杂。但是，反正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在1951年的时候，它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而且是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哦，权力很大哦。他那时候是常任理事国，他干嘛退出联合国下面的一个很大的组织？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它有立法机关哎，它权力非常大。你飞机要怎么飞，航线怎么安排？他为什么要退出？然后呢，一月的时候又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然后。又重新加入，这背后就有故事了，有没搞在里面？所以你要想，1951年发生什么事？1951年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举例来讲，1951年2月发生什么？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华人民解放军侵略朝鲜。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虽然中华人民解放军或中央人民政府，就是现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并没有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代表整个中国，而是由中华民国去代表。但是呢，它也是作为中国的一个交战团体。其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个时候都是中国，它就是一个被盟军承认的交战团体。那它侵略朝鲜，其实就代表。中国有侵略朝鲜的嫌疑，当然你要说那时候中国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国了，中华民国没有侵略朝鲜。其实，但是以现在来看是说不通的，因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代表中国了，所以你可以以现在的观点，你是说，中国现在的中国的政府那时候侵略朝鲜，这很重要，因为开罗宣言这个道德义务能不能被 relief 掉，其实这跟这有关。开罗。新闻公报还是开罗宣言，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政治意向，但是它是有道德约束力的。它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有道德约束力。法律约束力是波茨坦条款啊，但是即使它的道德约束力呢，可以经由这个侵略朝鲜这件事情解除掉。
因为他们在当初在大西洋宪章的时候，就是说好不会扩张领土，不会经由这个战争扩张领土。他们就是要说日本大日本是不对的嘛，他们就说大日本侵略嘛，所以他们自己就不能侵略啊，因为他们要诉求战争的正当性。OK， 这是题外话。重要的是1951年9月发生什么事情？有谁知道？大家这边已经快要一天了，大家一定要知道，1951年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所以，这一定是跟他有关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两个日期：1951年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事实上，签约的同时，《美日安保条约》也同时签约。哦，不是，《美日安保条约》是后来，是1952年2月签的，但是它生效是同时生效，就是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同时美日安保条约生效，这都是美国在玩的一个很巧妙的决定整个世界大战略的一环。所以呢，你看他为什么要退出？有一种可能，有一种说法，我的观点就是说呢，因为他不能，中华民国并没有经由旧金山和平条约取得台湾这个领土，或说领土主权。所以，虽然他继续管辖着台湾，作为台湾的治理当局，尤其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他是被承认为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在第23条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美国被承认为主要占领权，那中华民国也经由《台北合约》被承认为台湾的治理当局。好，《台北合约》是1952年4月28号签约，也就是说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签约，然后呢，同一天但是生效前签约，然后在1952年就同年的8月5号生效，这个安排都有，这个时间都有巧妙的，所以呢，他中华民国既然没有取得台湾这块领土主权，他当然就没有取得这块领土上的领空的主权嘛，对不对？可是他又要管，他要能管辖台湾，所以他什么？所以他必须要用他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他经由台北合约。台北合约，这个日本国政府呢，承认这个中华民国是管辖台湾的治理当局，所以他要利用这个身份，而不是用中华民国这个身份。所以就是说，他并不能用这个创始会员，因为创始会员的时候他是代表中国的那个政府或政体。但是呢，他必须先退出。然后呢，这个观察员其实是什么？是台湾当局，而不是中国的那个政府。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就有两张名片了。他这个虽然是同一群人，蒋氏集团啊，同一群人，可是其实他有两个名片，两张名片啊。懂吧？他必须要先放下一张 Messi， 放下一张名片，然后用另外一张台湾当局这个名片呢，去加入，用观察员身份加入，啊，承认台湾当局的这个民航局是可以管制台湾的空中飞行。然后在七月的时候呢，他另外一张，他又这个 Messi 又加入，他又把那个中国政府那个名片又拿起来。我的一种解读是这样了，你如果有不同解读，你也可以去想，这是到什么？下个礼拜，11月30号，台湾有一群国际法学者会开个会，也是讲这个 ICO 这件事情。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网络查一下，好像台湾的国就是中华民国国际法协会他们办的。在1971年10月后 ，ROC 退出 ICO， 这是什么？就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嘛，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去了，对不对？我刚刚已经讲了嘛，蒋介石的代表其实就是指他所组成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了，不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但是中国并没有退出，所以是蒋介石的代表退出联合国。
但是呢，算是这样。不过你去看的话，所以是理事会在那个之后，就是明 ICO 的理事会在那个时候通过一个决议说，就是说中华民国不能在中华民国这个民航局不能参加这个 ICO。 但是你知道 ICO 里面除了理事会还有大会，那大会是大概在三四年后才大会通承认理事会这个决议案。不过这个其实是没有差啦，因为理事会的权力是在这个情况下是比大会大的。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7月通过一些决议案，就是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决议案大家有个认知，如果你在新闻看到美国的决议案，国会的决议案，决议案是没有约束力的，它就是表达一个国会的意向，国会我们说我们觉得行政单位应该要怎么做，建议行政单位，所以它是没有约束力的，叫 resolution。 但是即使没有约束，你已经看到它是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不是完全的会员身份，也不是特别来宾。这就是说美国一直有做一些事情。再来呢，再来就是中国出招了。在去年的9月7号海参崴的 APEC 会议之前，胡锦涛说中国将会认真研究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 ICO。 事实上中国一直没有，他只是在打这种政治口水，他并没有真的像美国那样去立法。你看美国之后在今年的6月18号众议院通过法案1151号，这个法案就不是决议案咯，法案就是 bill， 没有通过之前叫 bill 啦。好，这 HR 就是众议院的1151号。然后呢，他是以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哦，然后众议院通过，6月27号参议院又通过，两院通过，然后7月12号奥巴马签署 ，Bill 通过，国会通过 Bill 就叫做 Act，ACT 啊，行动那个英文。那美国总统签署就变成 Law， 就变成法律。这个法律就是对美国所有的行政机关有约束力的，有约束力的。所以要求美国国务卿要推动 ICO 在9月份好接纳台湾以观察员身份。你要想在台湾是什么？在中国你看哦，美国已经立法立了好几年了，从2011年开始立到今年，终于通过了一个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做这些事情。中国本来都点点不出声哦，他都不讲话，他想说美国在玩什么把戏。但是一直到了奥巴马签署之后，他感觉到事情不对了，他赶快发言人赶快说，美国国会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一个中国对不对？觉得对的举手，觉得不对的举手。所以你要想哦，一个中国到底是什么？你要去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实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因为我已经讲了嘛，因为一个中国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那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也只能有一个，那个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嘛。那中华民国是个流亡政府，它当然不能代表，它也不被美国承认啊，不被美国承认为合法代表的那个，所以他并没有违反啊。因为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它是一个名片嘛，它不是台湾当局那张名片嘛，所以你知道美国这里又要玩模糊了，有没有？他没有违反啊，因为这个事情是影响到台湾当局而已啊，这个台湾是台湾当局啊，不是流亡政府啊，所以这是一张名片，这就是另外一张名片。当然，中国就故意把它混在一起嘛。他要用这个来约束美国，你要，但是他是很敏感的哦。你看他这句话：“外国势力的介入于事无补，只会让事情变得复杂化。”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是有 sense， 他是有敏感度的。因为美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美国在执行他对台湾的管辖权，你懂了？如果你也知道什么叫管辖权的话，所以中国要赶快发言，因为中国如果不发言的话，国际法里面有个原则叫做禁反言，
比如说我说这块地是我的，我跟全天下的人都公告说这地是我的，结果过了100年、200年都没有人出来抗议，他是有取得这块土地的正当性哦。但是如果他说这块地是我的，就一直有人跟他抗议说那不是你的，怎样怎样，然后举一大堆，应该是有某种正当性的理由的话，他就不一定能很快的占有那块土地。所以这就是近反原，所以中国他一直发声，他觉得美国，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哦，在8月8号的时候，中华民国的驻欧盟代表，哦，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还写文章说，台湾当局啊，就是中华民国要以这个观察员身份加入。所以你看它的顺序是什么？你理清楚一个这个新闻的顺序。美国先通过一个法律，在今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通过一个法，6月大概7月签署嘛，通过一个法律约束行政单位，要拟定一个策略，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然后呢，中华民国也接受了，中华民国接受美国这样的安排。所以中华民国在8月初的时候，他的欧盟代表还去写文章，整个外交部也是走这个方向。但是到了9月，事情就翻盘了。到了9月开会的时候呢，就变成中国政府的建议，而且也不是观察员，变成贵来宾。所以这个事情的顺序是这样。那为什么会翻盘？美国是说，是透过国际合作达成的啦，并不是中国的政府的建议。所以你要去了解到底是谁讲的对，你要去看 ICO， 就是民航组织的规章，你才有办法判断。中国认为以 ICO 的规章，只有非缔约国和国际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出席，邀请台湾做观察员并不合适。这句话对不对？你要去判断这句话之前，你要去看 ICO 的规章，你才能判断。事实上是不对的。我现在就举例给你看。所以你看到九月初的时候，八月的时候呢，中国还说不敢打包票，台湾能够参加 ICO， 但到九月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人就告诉神奇说，开会要穿得漂亮一点，就他们已经瞧好了。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国际民航组织的观察员制度，这引自这一篇论文。国际民航组织的观察员是代表一位于理事会占有席位之缔约国、一非缔约国、一国际组织或其他团体之个人，经由这些国家或组织的授权呢，然后持有被任命的凭证文书。所以呢，他要参加观察员是什么？他没有占有席位的缔约国，缔约就是签约嘛，哦，在契约上签，在这个芝加哥公约，哦，签约上的国家。非签约的国家、一国际组织跟其他团体，所以它没有限定这两个嘛，对不对？没有限，中国说只有这两个可以啊，事实上还有其他团体啊。所以记者也是没有查证，就听了中国的话，就是叫做传声筒啦。OK， 这个我们时间不太够，就快一点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危机解密告诉我们的背后的真相的一环，这来自台湾的危机解密网站。美国再来协会处长杨淑蒂呢，哦，他跟谁？国安局秘书长陈唐山，那时候是陈水扁执政，哦，讨论台湾海峡民用航道的可能性。参与讨论的有联络事务处周主任、国家安全会张副秘书长。杨淑蒂要求台湾当局不可运用政治或媒体手段渲染民用航道的问题，也必须跟美方充分协商才能发布任何相关的回应。我今天是一个国家，我是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我要发布什么，我还要跟你美国协商才能发布，这就也是一种管辖权，有没有？杨淑蒂告诉陈唐山，他说他先前会晤国防部长李天宇，曾就中国在台湾海峡中线设立航线交换意见。这个杨淑蒂要求台湾不可对这疫情进行政治操弄，必须与美方磋商才能发布任何军事行动。所以这个军事管辖权是谁的？
美国的嘛。这个杨树地只不过是一个代表美国的民间组织，虽然它代表美国，但它是民间组织，有点像，你可以想象类比，就像是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啊，哦，代表荷兰的，或是代表英国的那个东印度公司，它是个民间组织，可是它有这个主权者颁发的特许状。所以他就是类似殖民总督啦，但是杨树地还不是殖民总督，因为杨树地只是处长，殖民总督是类似于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主席通常不在台湾，都在住在美国华盛顿，然后处长就驻守在这边打小报告，这样子。这个陈长山表示呢，他被告知中国想要设立航线，是由香港民航处联络台湾民航局，哦，他说会尽量冷处理，然后尽一切手段防止中国建立海峡航线。既然台海，他说，既然台美都希望台湾，就必须尽快解决中国航线问题。陈长山爆料说，中国早就计划好要宣布新的航线，但是可能美国重重阻挠，使得中国重新评估航线。为什么美国有权利阻挠？中国要规划海峡的台湾海峡的航线，为什么要美国有权利阻挠？美国对台湾真的没有权利吗？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再讲什么是管辖权。台湾评估这个十二月六号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申报关于。会见陈时，杨指出这个台湾在国际民航并不是代表去执行的，因为台湾当局又不是中国代表中国的政府。对吧？这是不同的名片嘛。哦，杨书弟问，这应该是陈唐山呐，吼。陈唐山解释说这是个误会，然后说陈唐山也同意会在军事行动前第一优先与美方磋商。陈唐山向杨书弟保证，陈水扁总统或是国家安全都不会介入军事讨论。进入到会议的尾声的时候呢？杨树地告诉陈唐山，他已跟李天宇部长交代好，要持续跟美国在台协会保持联系。当北京政府花越久时间想航线的问题，就有可能对台美上产生好的结果。但这句话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你看美国多会玩政治游戏。这个新闻你就可以理，你要了解这个新闻，你就要几个概念你要去厘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国际组织？联邦政府不是国家，也不是国际组织，这是一个命题。你能不能理解这句话？你能不能证明这句话？能否代表台湾？这是个问题。显而易见的，当然不能嘛。但是为什么？台湾当局不是国家，也不是国际组织，能否代表台湾 ？OK， 这是两个大家去想的问题。谁拥有台湾的管辖权？你要讲到这管辖权的话，你可以去看，去网络上搜寻一个张凤强事件，这跟 ADIZ 防空识别区有关。防空识别区就是跟民，就是跟这个航空有关的管辖权。那最近中国也是想要划它的防空识别区，所以新闻会很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其实可以跳过，你跳过好了。我现在讲什么是管辖权好了。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哈。觉得爸爸对小孩子有管辖权的举手，自然法的观念呢，不要去考虑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觉得爸爸对小孩子有管辖权举手，哦，蛮多的。觉得妈妈对小孩子有管辖权的举手，哦，好像爸爸多一点，好像有人两个人都举手，觉得两个人都有管辖权。我当然要排出优先顺序啦，好不好 ？OK。事实上，依照自然法。自然的法则是妈妈对小孩子有管辖权。你想说为什么？因为
要决定这个小孩子能够继承这个家庭，是谁能决定？妈妈嘛，因为妈妈才能决定这个小孩子的爸爸是谁。搞不好刚逃生，对不？所以继承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土最重要的事情，包括一个家庭继承都是一个民法上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国际法上万国公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根据自然法，只有妈妈可以决定这个小孩子的监护权，或是他的爸爸妈妈是谁，或是懂我意思吗？所以谁能够决定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不是他的爸爸，不是他的妈妈，就是这个助产士嘛，对不对？哎，哦，你讲 DNA 这个有点复杂了啦。但是我们说比较自然的情况，就是说催生的人，就助产士跟妈妈可以决定说这小孩子的爸爸是谁。OK， 所以你要想这个观念，就是说能够决定谁对这个地方或对这个小孩子有管辖权的人，决定他的主人的人是谁，就是有管辖权的人。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新闻。我们跳过好了。就是这个 WHO、WTO，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新闻，就是吴怡跟这个沙祖康这个新闻嘛。哦，他说这个新闻就是说，如果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为什么台湾要以台湾卫生实体的名义加入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就 WHO， 大会是 WHA 啦。哦，这也是一样哦，观察员。你看哦，其实国际民航组织跟这个 ICO 跟这个 WHO 其实很像的，其实几乎是很像的案例，也是美国先通过一个法律，要求美国行政机关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WHO， 但是那一次呢是成功了，所以台湾现在的确是台湾当局的确是以观察员身份在 WHO 里面，但那个时候中国就跳出来抗议啊，沙祖康跟那个吴怡有没有？那个，你们可以去网上查那个影片。如果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为什么中华民国外交部要等到美国表态才敢评论？哦，这就是这边董国友啊，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他说呢，美国卫生部长呢确定会在今年的 WHA 发言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不过还没开始汤普森上面发言，外交部不便评论。很好玩哦，连一个防疫的问题其实都跟政治有关，什么东西都跟政治有关啊，只有人的决定跟政治无关。能够，如果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如何能够成为管辖台湾的台湾当局？这就是各位在这几天我觉得你们要去 focus， 要去想的最主要是这件事情。如果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他怎么能够成为管辖台湾的台湾呢？你要去了解战争法，因为台湾问题就是战争演变的。为何美国对台湾有独排众议的发言权？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管辖权的概念。那个就是说，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查那个影片。而这一次呢，世卫组织的文件矮化台湾国格的风波。那么，美国的卫生部长塞比留斯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很明确的表示，没有任何联合国的机构有权可以片面的决定台湾的地位。Well, the United States was certainly pleased to support the effort to give Taiwan an observer status in 2009 and welcomes the Taiwan. I had the opportunity yesterday to meet with the Taiwan Minister of Health from the delegation, and you know, we have made very clear. 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这则新闻，这都查得到的。就是讲说，美国为什么有权利讲这种话？他说，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是谁，任何人都没办法决定。意思说，只有他能够决定。你
你懂这个话外之音吗？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决定这个土地的主人是谁，只有我有办法，就是他是这个土地的监理人嘛，好吧？这就是管辖权的案例之一。我们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可能就快一点好。然后我有一些演讲在之前网络上都有，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哦，这也是一个管辖权的案例啦，就是当初这个美国曾经行文到联合国的秘书长，要求他们的用字不能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这自由时报有报道，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的作者认为这样可以证明台湾是个国家，你看这个影片能不能证明台湾是个国家。走私报告把世界各国的表现由好到坏分为四大类，最差的一类外国政府今年有16个，如果不在报告公布的90天内做出改善，有可能面临美国制裁。至于次差的观察名单，今年有32国，去年被归类在这一类的台湾因为良好表现今年被升到第2级，并受到国务卿莱斯女士的公开赞扬。 Despite these serious concerns, much in this year's report should give us hope. For example, Georgia, Hungary, Slovenia, and Israel have all made major improvements. As have Taiwan and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 Brazil, Bolivia, Peru, and Jamaica. 随后发言的国务院监视暨打击人口走私办公室主任马克雷。所以他刚讲的他讲莱斯，美国国务卿莱斯说台湾也是，然后他说还有 countries 像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他是把台湾讲成 country， 对不对？那记者把 country 翻成国家，所以这个影片的制作人就觉得，哎，台湾是国家，因为莱斯这样讲啊。这问题在哪里？在翻译，因为翻译不管是记者或者是做这个影片的人，他都觉得 country 可以直接翻成国家，好，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结论，台湾是国家，因为美国国务卿莱斯这么讲。所以你要晓得，翻译本身往往会跟这个原意会有不一样，尤其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再来看，简单快速看一下，好，国家跟国家组织，从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想想台湾当局的本质，台湾的地位跟什么是国家。我们快一点好了，这是一个案例啦，改写英文文法的伟大国家。我把它画一条线，就是说我是在嘲讽它，因为它也不是国家，但它的确改写了英文文法。什么意思呢？亚洲开放银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简写叫 ADB， 哦 ，Asia Development Bank。中华民国本来是创始会员国啦，但是后来呢？他的代表权当然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单纯哦，你看，他还是存在哦。他这个你看哦，72年就是1983年，中共透过外交途径致电他要加入，要求排除中华民国会籍。后来中国表示，我方啊，就是中华民国这一方，可以使用台湾。China， 中国台湾的名义留在亚洲开发银行里面。美国建议用 Taipei China， 有没有看到？这是台湾，这是 Taipei。所以这意味着什么？第一个，如果你写台湾 China 的话，你会想这是中国的一省台湾嘛，对不对？那 Taipei China 呢？有一种想法，就是这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叫台北，会这样吗？美国为什么这样建议？对，这就是中国台北或中华台北，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的另外一种变形。
也就是说，美国虽然不承认他是合法代表中国的那一个政府，但是美国并没有不承认他是中国流亡政府、哦、美国是承认他是中国流亡政府的、哦、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身上有两张名片，美国这两张名片都承认，懂吧？一张名片是流亡政府，中国流亡政府，这个名片美国承认，美国只是不承认说这张名片可以代表中国。另外一张名片是台湾当局，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很好玩哦。一开始的确是你看美国这样建议了，中国建议无效。一开始依照美国的建议，所以中华民国的名称就被改成台北 China， 中国台北，有没有？然后呢，更好玩的来了。80年起，中华民国一直希望改名啊。他说：“我名字怎么可以被你亚洲银行随便这样子改？”他希望至少改成 Taipei China， 还没有逗点。啊，他们也很会玩文字游戏，这是八股嘛。然后就一直捐钱，一直捐钱。然后呢，87年的时候，就是香港回归，就是1998，但是回归，哎，但是这个资料可能我是引自那个中华民国机关的资料，对啊，1997啦，他改用 Hong Kong， 哦，这是前一年回归嘛，所以他是后他这里是指后一年了，97回归没有错，但是他这里指的是后一年，所以。中国，他就香港就变成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亚银亚洲开发银行，这个时候他如果还在用中国台北，他不是就误会跟香港同地位了吗？所以美国当然，这样也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妥协，怎么妥协？把那个空一格去掉，就是台北，然后逗点中国。对啊，这个文法大家学过英文，就稍微有一点英文的。上过国中英文就知道，逗点后面一定要空一格嘛。但是他为了迁就这样，他不想要让中国台北这个台湾当局去跟香港搞混，所以他们就去用这个错误的英文文法。你去官方网站看，还是这样子。不是我产生混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混淆，就是他们在玩文字游戏啊。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案例，就是最近这个油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嘛。哦，油的事件，那大家都说那个不是很多条码嘛，标签有没有？可不可以注明原产地、原产国有没有？这个条码最常见的，我们看到那种零售的，就是叫做 EAN。好，那你看哦，这是我是从维基百科中文维基百科抓下来资料哦。维基百科的人也是真的都什么都懂吗？不一定哦，你要小心哦。你看他怎么写 ，ENA 有8位跟13位，我们主要是看13位就好了。13位的组成是这样，前3位是国家代码，啊，后4位生产商，然后呢，再来是货品。所以13位，你只要看前3位，你就知道国家代码啊，那个是国家吗？这国家是哪个国家？我们来看哦，这个条码，所以前3位是590，对不对？590是哪个国家 ？OK， 你等一下你就看到它是波兰。但是你真的去了解，就是说，其实新闻也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它是那个厂商去登记的那个地方。所以它不一定是真正生产商，它在哪一个地方登记的？那个登记的代码是590，波兰，它在波兰登记的。哦，你看，它这个条码主要是来，你看它的国家是什么？是 countries。country 是可以翻成国家吗？我们来看一下 country 可不可以翻成国家。你看哦，美国的代码是这些，哦，有这么多。日本的代码是这样子。台湾哦，台湾当局的代码是471，所以你去看条码，前面3码是471的，就代表这个商品，哦，比如这罐油，
他是在台湾当局下面登记的，哦，就是四七一，不见得在台湾生产，但是在台湾登记。香港，你看香港是四八九，所以香港是国家吗？不是啊，所以 country 可以翻成国家吗？不可以。你看，马靠是什么？澳门，澳门是国家吗？不是吗？可是澳门是一个 country， 所以 country 不能翻成国家，这很简单嘛。所以我们看一下几个主要的国际机构哈，你看都不能加入啊，多悲惨，这很有意思哦。国际货币清算银行成员不需是主权国家，香港特区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是可以是它的成员哦。香港都不是国家了，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可以是国际货币清算银行的成员，可是中华民国号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它的成员。你要想想看，这个新台币是谁在背书的？为什么新台币叫最美金？这后面是有一个总价零零币料表，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办法加入的时候，像这个 ISO， 哦，标准化组织，你没有办法代表嘛，所以都是中国他去帮你吃你豆腐。中国去怎么吃你豆腐？他就是中国就说，哎，这台湾是我的一省啊。你看，它是 as a country 哦，所以 country 是国家吗？不是，事实上这里也不对，因为一省也不是一个 country。你看，这就是 ISO， 就是标准化组织的那个 country code， 你把它翻成国码。你看，香港是344，香港是国家吗？不是啊。巴勒斯坦是国家吗？不是啊。台湾是国家吗？台湾是158，不是。哦，什么是主权国？这是在我们时间不够，我可能再快一点。根据一个国务院文本呢，鲍威尔告诉香港凤凰卫视，就是鲍威尔就是美国国务卿，他那时候去访问北京，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他说呢，只有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不是独立的。他作为一个 nation， 并不享有主权。原文在这里，2004年10月27号。所以他这里的国家，假设是记者啦，台湾的记者。中华民国记者一定会翻成国家，所以你看这里的国家是用 nation， 所以 country， 你看有两个了，一个是 country， 一个是 nation， 都可以翻成国家吗？都是国家吗？这个我们没时间看影片了。这个影片的结论在这里，就是联合国成员需要就是。美国的白宫的这个国安会的成员韦德就说，联合国的成员资格需要国家地位，台湾或中华民国都不是国际社群的国家。这里的国家是什么？你看到国家你要小心了，它的原文是什么？是 state， 有没有？是 state。所以这时候有三个英文，记者都翻成国家，一个叫 country， 一个叫 nation， 一个 state， 他们都是一样的吗？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事实是什么？刚刚那个潘佑谦先生的课里面，他是告诉你们说，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所以我说，你要去判断一个命题之前，你先想那个台湾是什么。如果台湾统治当局的话，他的名字的确现在叫做中华民国。因为你看，你懂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逗点，它是同位语。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名字，在这里。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是现在台湾统治当局的名字，所以记者不会去分什么叫做统治当局，他都叫台湾，什么叫都叫台湾，所以他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国家是 sovereign state。 台湾不是独立的，他作为一个 nation 并不享有主权。这个 nation 指的台湾是什么？是人民，是 people， the people。 所以你看，同样一个台湾，它有两种意涵，一个是当局，一个是统治当局，一个是人民。再来，不止哦，台湾的人民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因为它有上嘛 ，on 嘛，这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包含中国难民。这两个的台湾是什么意思？这个上很好理解，上就是在一块地域之上嘛，一个东西上面嘛，所以这个台湾是一个地理概念，懂吧？这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个呢，因为他讲了人民，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类似 nation 的概念。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这是什么。所以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又去把两个东西混淆在一起。这个已经台湾，这已经中华民国把你混淆了，然后台湾关系法又把这两个东西混淆，就是当局跟人民又把它混淆。所以这里有三个概念，一个台湾有三个概念，当局、人民跟一个地理概念，都叫做台湾。我们来看台湾关系法，台湾是什么？第十五条，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含台湾及澎湖列岛及这些岛上的人民，有没有？地理概念、疆域、人民，第三个公司，它公司是 corporations， 就是法人。根据适用这些法律而设立组织的其他团体机构，所以就是非法人。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及任何阶级制，所以这就是当局的概念。所以还有几种概念？有五种概念。再来重复一次：地理概念、人民、法人、非法人、当局。视情况需要，都可以用台湾全部概括。这就是美国在玩的模糊啊。所以你要问一句话，对不对？你要先想那个台湾是什么意思，懂吧？但是这样就完了吗？我是用美国 AIT 的翻译哦，其实他还翻错。你看，他说台湾及澎湖列岛，可是他原文是什么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Pescador 就是澎湖，这是台湾大家看得出来嘛？他说什么？台湾群岛及澎湖列岛，可是他这里只有翻台湾及澎湖列岛。为什么？它表面上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你要想，谁去定义这个地理范围的？谁去定义这个界限啊？谁去定义这个地理界限？这就牵涉到战争法跟国际法。OK， 我们没时间了，就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利维坦就是说，这个是个每一点哈，你把它放大来看，都是一个人，每一点哦，他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肌肉都是一个人。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公民，这些公民自愿放弃一些权利，好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一个代表，就是这个巨人，就这叫做国家。右手拿了宝剑，代表世俗的权利，左手代表这个是精神方面的权利，所以这边是世俗的，这边是精神的。利维坦这个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很重要。那是远古时代的一种海怪。我们这就跳过了，所以他是一个人造人，国家一个共同体就是一个人造人。所以霍布斯比喻说，主权国家就是一个人造的人，一群公民共同意志造的人。国家主权就是一个灵魂，所以国家必有主权，没有国家主权，没有灵魂一定不是人，有人并有灵魂嘛。什么是主权国家？什么是真正的国家？有这三个字，我们刚刚看过了。这个 country count 前面这个 count 啊，它是伯爵的意思，所以它就是一个领地疆域的概念。它就算写成国，它也没有政治实体的概念。这个 nation 它的语言是 nat 有关的，它是来自 to be born， 它就是被生下来的，被生下来它就跟语言跟文化有关，所以这是一个认同的共同体。所以说认同台湾的就是台湾人吗？它就是塑造这一种共同体，中华民族也是在塑造这一种共同体。因为他已经把你的文化都洗了嘛，把你的文化禁止你讲台语嘛，然后现在都用中华文化灌输你嘛，所以他就要诉求这一种共同体，所以他想要诉求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一种，是真正的法律意味的国家是这一种，就是 state， 因为这个 state 就是站立起来的意思，就是刚刚那个巨人是站起来，有没有？政治人物在选举场合就说“台湾人民站起来哦”，有没有？他就是代表这样的意涵，只有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家。这个偶尔可以想象成国家，但是这个比较精准，这个完全没有政治的国家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疆域而已，有共同的要缴一样的关税，缴一样的税。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我们举一个大英国协作例子，所谓的英国就叫做联合王国，英国其实不是英格兰，它是联合王国，它是不列颠群岛的一个国家，是由君主控制的皇权的一部分。它有几块呢？它有皇权属地，还有不列颠海外属土。所以呢，一个英国的概念包含四个 country：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每一个 country 都是一个 sovereign nation。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sovereign state， 英国是一个 sovereign state， 哦，它有四个 country， 每一个 country 都是一个 sovereign nation。不列颠邦联就是大英国血啦，它有十六个，它有共主邦联的有十六个，就是以英国女皇为共主的。然后自由君主国有五个，哦，马来西亚这些都是。共和国有三十三个，最近说退出一个，那个叫做甘比亚，今年十月三号，就是甘比亚总统就先退出这个大英国协。所以你要知道，大英国协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它是有共主，然后呢有没有共主的，就是它自己有自己的君主，有自己的元首，国家元首，所以它是可以说退出就退出的。这边可以啦，这边可以说退出就退出了，但是这边不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君主。主权者，这边就跳过了，时间来不及。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的演讲影片。我们这个很重要，我们来讲这个，什么叫主权在民？人民可不可以当主权者？人民可不可以当主权者？什么叫主权在民？政客最喜欢讲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其实我刚刚讲的社会契约论是来自霍布斯。比他更早，不过大家都知道卢梭嘛。我们来看卢梭的观点是什么。社会契约的核心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每一个人把他的权威置于公共意志的至高值之下，群体接受每一个人作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刚那那幅图，那个巨人的每一点都是每一个公民。大家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体，所以每个人都交出一部分权力，哦，所以形成这个共同体，交给一个超然的仲裁者。我们发生纠纷的时候，这个仲裁者要帮我们仲裁，这就是司法权的建立。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安排我们的事务，就是立法权，行政权。所以卢梭主权在民有三个步骤，主要啦。第一个，形成公义，公共意志或是共识；第二个，由主权者代表公义；第三个，由政府或是机关实行公义。所以你要看哦，形成公义就形成类似形成人民，我们要结合在一起，有一群人，然后形成共识。主权者呢，他要有一个代表，谁去代表这一群人？他也要形成一个主权者，因为很少人像希腊城邦时代真的那样直接民主啊。每一个人在大会上，每一个人都是主权者。现在已经没有这样情况，一定有代表。所以形成代表啊，这代表公义，然后又形成又主权者又去形成一些机关去实行。所以卢梭的理想就是说，主权者不能实行，政府不能代表，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很容易独裁，就球员兼裁判了，懂我意思吧？但是呢，那是卢梭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毕竟是已经十七几年嘛，所以他那时候想得很好，没有错，很理想。但是事实上，你看美国真的分得这么清楚吗？没有哦。可是美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裁？你要去想这个问题，美国用一个方法去克服了这个卢梭想的这个问题。所以二到三是授权，主权者授权给机关，授权给政府去实行。一到二涉及公益主权产生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准国家。所以一到二就是国体，国家的形体；二到三就是政体，政府的形体。所以国体跟政体是可以分开来的，就好像国体就像这个董事长怎么产生。公司的董事长的产生，这就是国体。总经理怎么产生？总经理怎么样去分配他的权力？那就是政体。所以国体董事长跟总经理当然是不一样的嘛。这段很重要，大家看一下。如果表决不是全体一无异通过，为什么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为什么几百个需要主人的人可以代表十几个不要主人的表决？一群奴隶的人，他投票可以去，为什么他可以代表那些不想要当奴隶的人？如果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约法三章，这种接受多数人选择的表决，至少应在一个场合曾经通过了全体无异议的表决。这就是说，你要玩这种少数服从多数，你要玩这种所谓民主社会的法则，你要先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共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法律的共同体，而不是情感的，不是什么文化的共同体，是法律的共同体。我们的法律身份地位不一样，男女两个不是说我们互相喜欢对方，我们就是夫妻了。我们还要结婚，要有仪式，要法院登记，
那才是共同体。所以台湾是不是？台湾是不是？新闻记者、政府都告诉你，台湾是啊，台湾是公民社会啊，台湾是吗？台湾现在不是，台湾曾经是。什么时候是？1945年4月1号，1945年4月1号，天皇颁布诏书的时候，就相当于台湾全体人民经过皇民化、内地延伸之后，已经同意天皇作为我们台湾人民的代表，懂吧？那个时候社会契约就已经成立了。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被占领之后，我们要不要去认这个契约？台湾人民要不要站起来认这个契约？还是说，啊，反正事情过那么久了，这个我们装作没看到了，可以吗？可以。那台湾就要发生动乱，因为大家谁都想当代表嘛，民进党也想当代表，国民党也想当，中国人也想当台湾人的代表。你不要战争，你就要去认清楚四月一号那个契约的有效性，这就是我的重点。这个政权就是这样子，政体就是说，主权者呢，就是这个人民的代表，可以把政府放在全体人民，这就是直接民权嘛。现在已经很少这样了，真正的民主是直接民权。他可以把政府或者机关放在一小部分，叫贵族制；他可以把政府集权在一个时候，就是君主制。所以国体可以分君主，也可以分贵族；政体也可以分君主跟贵族。民主制最适合城邦，贵族制适合中等国家，君主制适合大国。就是，所以结论：人民不是主权者，主权者只是人民的代表，有权力代表人民去处分一些权力。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意志，参与主权权威。人民政府都不拥有主权，主权者拥有主权。如果他代表公义，也就是说，这个主权者倒行逆施，那当然不能代表啊。懂我意思吗？所以真正一个好的君主是很懂得洁身自爱的，就像现在日本天皇这样，非常值得令人尊敬。天皇陛下，主权在民的意思是统治主权啊，我不是指领土主权、啊、统治主权应源自公民，而公民可以参与主权权威。好，我今天演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心，请起立。